关注国防科技动态，聚焦国防工业发展。强大的军工力量铸就强大的国防实力。大家好，欢迎打开新一期的国防科工。近日在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演训场上，有一款军工制造的精品，它创造性地将速射与高机动性相结合，展现了不俗的火力打击能力。今天我们就跟随记者的镜头，看这款高原演训场上的火力王牌有怎样的表现。放高原上尘土飞扬，各类作战车辆迅速展开。我现在是在西藏军区山南军分区的实弹射击场地，我们可以看到猛士突击车、速射迫击炮还有山猫全地形车悉数登场。在今天的任务中，我们的速射迫击炮马上就要进入发射阵地了。82毫米车载速射迫击炮是高原部队的重要火力装备，特别是在高寒缺氧条件下的山地攻坚演练中，扮演着火力突击的重要角色。相比远程火箭炮、自行火炮等重火力装备，82毫米车载速射迫击炮最大的特点就是快，瞄准快，射击快，机动快，可以说完美实现了打了就跑、跑了再打的机动作战方式。不仅火力输出能力优秀，更能满足高原部队快打快撤的要求。速射迫击炮呢，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火力突击任务，现在已经整装待发。他们的目标就是远处山上的白点，我们可以看到大概有2公里左右的距离。现在要进行的是一个4连发的射击，它的4连发的射击速度是3秒钟左右，一辆车的4发炮弹就已经发射出去了，接连传来爆炸的声音。我们看看远处的目标，已经冒起了很高很高的灰尘，目标已经被打得面目全非。不到3秒钟，4发炮弹就倾泻而出，而这仅仅是一辆速射迫击炮在一次射击中完成的弹药发射量。这次演练，6辆速射迫击炮组成突击车组，不到30秒就将70多发攻坚迫击炮弹快速精准地打入远处的白圈范围内。面对这样的持续火力打击，敌方攻势基本丧失了抵抗能力。刚完成一轮火力打击任务的车载速射迫击炮车组还将快速装弹，被配合步兵突击做好准备。这场集成了侦察引导、火力打击、通信指挥等10多个科目的连贯攻坚演练，讲究的就是各类武器装备及人员的相互配合。当速射迫击炮完成首轮火力打击后，猛士、山猫搭载着突击步兵迅速推进，狙击枪、匕首枪轮番上阵，敌方残余力量被消灭。此时远处阵地的速射迫击炮车组已经装弹完毕，等待迂回穿插打击，这是因为他们具备高精度曲线射击能力，能准确避开前方进攻的我方人员，随时提供补充火力打击。此次新年演训将多型装备搭配使用，根据高原作战环境，让每一款装备都发挥出极限性能，检验每一名官兵的实战能力，深化实战实训，在实弹化的基础上进行实战化训练，坚持以战领训，以训促战，实现作战和训练一体化，确保全师在战，随时能战。10几分钟，一场山地攻坚实弹演练迅速完成，所有模拟敌方目标被清除。82毫米速射迫击炮展示的火力打击能力令人印象深刻。这款被称为高原战鏖的速射迫击炮为何发射速度如此惊人？它到底有哪些特殊之处？高原战鏖又是如何发挥出火力优势的呢？高原地区有一句民间俗语，说的是一鏖战九犬，说的就是高原地区藏鏖的厉害。在我身后的82毫米速射迫击炮就有战鏖的美称，可以说是我们高原边防官兵手中的利刃。对高原轻装部队来说，速射就是战斗力，高原战鏖锋利的牙齿在哪？就是它的速射炮弹。这种快速连续射击、瞬间火力覆盖到底是如何实现的呢？秘密就是它与众不同的攻弹方式。
传统迫击炮通常是从炮口顶部将炮弹装进炮管，炮弹自然下滑，通过底部激发装置撞击炮弹底火，引燃发射药，在炮管内壁与弹体之间形成巨大的膛内压力，推动炮弹出膛。操作时间与瞄准时间决定了单位时间内发射数量有限，多个班组集中出击才能实现较强的火力打击。82毫米车载速射迫击炮最大特点就是采用弹夹供弹，每排弹夹装有4发82毫米迫击炮弹，可在2-3秒内发射出去。这种独特的装弹方式提高了迫击炮一次装弹数量，火力输出能力高于传统迫击炮数倍。在运输和行进过程中，弹夹也是保护弹药安全的重要机构。当一个弹夹打空后，持续装填新的弹夹，继续提供强大的火力打击。承载弹药的载体由单兵变成车组，装填方式由单发变成弹夹。仅仅是弹药装填方式这一项改变，就从量的变化带来火力输出质的提升。在攻坚战斗中，多辆车载速射迫击炮的编组，一轮齐射往往能够起到摧枯拉朽的效果，这让战壕有了横扫高原的实力。这就是我们的迫击炮弹夹。我们迫击炮弹夹根据我们不同的射击性质，我们可以装填远程杀伤榴弹、干珠杀伤爆炸弹和攻坚弹等。根据不同的射击方式，我们可以装填1发、2发、3发、4发，以完成我们不同的射击。在我们设计完成任务后，我们可以用装弹器快速的进行装弹，以便于完成下一次的射击任务。无论是普通的火炮还是迫击炮，在发射时炮管内形成高温高压环境，虽然与相同口径的单管火炮相比，迫击炮的膛温膛压比较低，但是这瞬间升高的温度和随之而来的几十兆帕的压力也不容忽视。特别是速射迫击炮令人吃惊的连发速射，更是不可避免的会造成炮管温度急剧上升，严重时将影响火炮射程和精度。为了应对这样的情况，82毫米车载速射迫击炮的炮管与同口径的普通迫击炮相比增加了厚度，以达到更好的射击稳定性。同时，由于82毫米速射迫击炮向目标倾泻几个弹夹炮弹之后，就会迅速转移阵地，这样在进行下一轮火力打击之前，炮管有充足的时间自然冷却。战壕之所以有这么快的射速呢，还有一个特殊原因，就是它特殊的内部构造。我们可以用一把自动步枪来形容它的构造。我现在所握的呢，就叫开栓器。通过它的转动呢，可以把我们的激发装置摇到指定的位置，就相当于步枪的撞针到达了指定的位置，也就是上膛。而当一发炮弹发射出去以后呢，它所产生的后坐力可以将我们的激发装置推到待激发位置，以便第二发炮弹可以快速的发射。正是这种奇特的往复式激发装置，让82毫米车载速射迫击炮更加接近火炮的连续射击速度。但如同枪械一样，当多枚迫击炮弹连续出膛，炮管内火药燃烧产生的巨大压力会在推动炮弹发射的同时产生让炮身向后的反作用力，这就是后坐力。通常炮管口径越大，撞击越猛烈，后坐力越强，从而影响射击精度。但82毫米车载速射迫击炮却能在连发射击中稳稳地扎在发射阵地，奥秘就是内部特殊的弹簧系统，它们能够有效抵消后坐力，保证射击精度。这是一款传统的班组迫击炮，为了抵消后坐力需要坐板固定，在构筑发射阵地时必须选择坚固地表，避免连续发射过程中坐板下陷导致射击精度下降。而82毫米车载速射迫击炮因为后坐力被弹簧系统抵消，发射阵地更灵活，沙石地面、山坡斜面、可以承载车辆通行的地面都可作为发射阵地，甚至行进间快速射击，车辆也不会因为后坐力而发生行驶轨迹的改变。除了具有类似步枪一样的激发结构，迫击炮还有一个重要机构不得不提，那就是类似步枪上的快慢机。单发和连发可以快速切换，
面对需要精准打击的单一目标时，战鳌可以快速切换激发模式，实现一击必杀。我们这个搜身迫击炮它有专门的一个调节装置，我们根据目标的性质、任务不同进行不同的射击方式转换，由我们的单连发调节装置进行单连发的转换。在火炮家族中，迫击炮的地位依然不可替代，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新型迫击炮不断创新的脚步。如今迫击炮正向着远射程自行化多功能的方向快速发展，多弹夹连发射击是国产新型迫击炮的一个突出特点。为了实现这个创新设计，研制人员在攻关过程中突破了多个技术瓶颈。国产速射迫击炮的成功研制，是中国拥有的一款火力迅猛、操作简单、弹药配置品种多的突击火力装备，如今广泛应用于陆军边防和快速反应部队。与传统迫击炮相比，新型速射迫击炮还有不少让人耳目一新的设计，比如它的速射反应能力也不一般。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瞄准手的位置，通过它前方的一个简单的装置呢，我们的瞄准手就可以调定射击诸缘，而通过它左右两边这个转轮可以快速的调整炮口的方向。这种简单的操作方式呢，也能够让我们速射迫击炮提升它的射击速度和效率。在我们目视所及的范围内呢，一旦有敌人被我们的火炮锁定，很难逃脱它的快速打击。这个看似简单的炮塔其实也是科技满满，它配备有火控计算机和电机驱动的方向机，能够实现弹道诸缘自动解算和方向快速调炮，射击准备时间缩短，而且根据不同射击任务还能安装不同的瞄准具，提高了首发命中率。迫击炮弹是曲线射击，空中滞留时间长，特别容易受风力影响，导致射击偏离目标，高原地区尤其如此。不过借助战鳌良好的直瞄射击精准度，在直射射程范围内，从零度射角到近乎垂直射角发射，让它更好地隐蔽于敌人无法发现的位置，为发出致命一击提供了便利条件。但高原边防部队面对的任务环境，除了相对平坦的开阔地带，也少不了地势起伏、沟壑纵横的山地。灵活的战术打法是先敌制胜的法宝，小巧灵活又具备间隔射击的能力，82毫米速射迫击炮可分批隐藏在不同区域，由侦察车辆、无人机指引打击，让敌方无从知晓来袭火力发自何处、去往何处。有间隔射击是通过侦察车、阵地指挥车和炮车协同完成的一种射击方式。在侦察指挥车对战场情况进行侦察以后，阵地指挥车进行二次处理，通过炮场终端传输给炮场，炮场指挥全班就可以完成一系列的射击准备和射击实施任务。这种射击方式通常使用高视角射击，也就是传说中的隔山打牛。既然是叫战鳌，光有锋利的牙齿是不够的，灵活的机动能力也是它的看家本领。大家可以看，这个360度可以旋。反应能力的同时，将自主研发的迫击炮安装在机械化底盘上，使其机动能力有了长足发展，能做到车一停就开火，
打完几轮就迅速撤退，具有与坦克装甲车一样的灵活性，从而充分发挥火力威力。传统迫击炮弹的弹道较高，炮弹在空中飞行时间长，容易被敌方炮位侦察雷达探测到。目前快速多次变换炮位是迫击炮避开反击火力的最好方法之一。82毫米车载速射迫击炮就具有极强的车载机动性，多处复杂地形不在话下，提高了迫击炮进入并撤出战斗的速度。在侦察手段多样、侦察技术发达的现代战场上，这就意味着炮组的生存能力有了极大提高。我们整门炮的移动方式和移动速度、移动方向的把控及炮弹飞行时间的提前量，咱们需要炮手，特别是瞄准手，对目标的各种性质、各种数据的精准把握。因为高原气候比较稀薄，然后它的炮弹飞行不够稳定，风速、风力、风向、气压等对炮弹飞行的要求特别高，就通过在各种不同的地域进行射击，摸索出不同的规律。高机动性能的底盘让战壕跑得更快更远，也让迫击炮跟得上机械化部队进攻的速度。高射速的迫击炮让战壕打得更稳更准。我们炮手进行了一专多能的训练，每个炮手都能胜任1、2、3、4炮手的岗位，主要是第一个是完成快速打击的需要，第二个是我们的人员在战时负伤以后可以代替其他炮手完成注射迫击炮的操作和火力打击。高科技含量的速射迫击炮为高原边防部队提供了强大的火力支撑，新式装备与高原战士们一起驻守祖国边防线。以迫击炮为代表的热兵器主宰了现代战争，而负责把弹药射出炮口的火炸药则被称为热兵器的灵魂。火炸药的性能直接关系到战争成败，更是一个国家军工实力的重要体现。有这样一位专家，他将中国火炸药技术推进到世界前列。今天就带您走进火炸药专家王泽山。现代科技中，火炸药被归入含能材料之中，是决定现代武器威力和射程的关键性因素。火炸药分为起爆药、猛炸药和发射药等几大类。枪械火炮需要发射药给子弹、炮弹提供动力，榴弹、地雷、鱼雷、炸弹、导弹则需要起爆药和猛炸药作为战斗部装药。离开它，很多常规武器和尖端武器都难以发挥作用。环境温度能够影响火药燃速，导致身管武器膛压出速发生明显变化。我国幅员辽阔，有记录的最冷和最热气温温差接近100摄氏度，温度影响发射药的问题是我国身管武器发展道路上必须解决的难题。温度高的时候速度快了，那可能打的是远一点，但是压力高。温度低了呢就慢了，它的性能连白天晚上都有差别，武器不能发挥最大效率。发射药温感度问题关乎海陆空各类火炮的性能，也是各国一直在努力解决的难题。20世纪90年代，王泽山向低温感度发射装药发起冲击，他另辟蹊径，建立火药燃烧补偿系统，用物理方法控制火药燃速。当时我就创造这个一个补偿系统，它这个反应速度，这个指数越往后，温度越高，那上得越快。我在这个火炸药这个系统里，我在做一个反向的系统，就是随着温度升高，我这么下降，这两个合在一起，在这个系统里合在一起，那就温度变化它就不变了。这项技术使我国武器装备摆脱了环境温度的影响，打得更准，效率更高，
这项技术让王泽山和他的团队获得1996年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早在1993年，他和研究团队已经突破了库存过期火药和退役报废炸药的再利用技术，一举摘得当年的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当时我国每年上万吨的退役火炸药处理起来非常困难，他带领团队下工厂跑部队，率先攻克废弃火炸药再利用的多项关键技术，一堆堆危险有毒的过期火炸药变成了20多种畅销国内外的军用和民用产品。连续攻克两大难题后，功成名就的王泽山又转向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远射程等模块低过载是深管武器发展的前沿。至今国外仍有诸多技术难题未能突破，经过多年拼搏，他用自己创立的装药新技术和相应的弹道理论，研发出普适性的全等式模块装药技术。这一项技术使火炮只需用一种装药模块即可覆盖全射程，从而大幅度提升了远程火力的打击能力，为我国发展新一代武器装备提供了核心技术支撑。这个就是模块药啊，模块装药，过去是弹丸，后面发射药呢是个药桶或者用布袋，这样的时候呢它这个装填呢那是很困难的啊。现在呢改成模块就好了，打近的有一个，打远的再增加，一般是到6个。那么好在哪呢？可以实现自动装填，可以机械化，可以提高射速，过去可能1分钟你打5发，那现在用这个可以到10发，相当于1门炮代替2门炮。通过实际验证，中国火炮的射程从此能够提高20%以上，或最大发射过载降低25%以上。这一成果不仅能让火炮更好地适配炮射导弹和制导炮弹，还可应用于各类深管武器。该技术获得2016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2017年王泽山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火炸药王。火炸药从我接受任务一直到现在，我们俩是不可分离，是一个整体。我通过这项工作服务于我们国家，服务于国防。又到互动时间了，国防科工我来帮你问，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您的精彩提问将会得到专家大咖的精准解答，还有机会获得国防科工送出的独家纪念品。我国新一代主战坦克都装备了自动装弹机，但国外不少国家的主战坦克还是手动装填系统，为何自动装填系统不能全面取代手动装填呢？有请兵器知识杂志主编熊伟为我们解答。网友提出这样的疑问，应该是看到在美国 M1、德国豹2、英国挑战者2这些主战坦克上没有配备自动装弹机。对于他们来说，在炮塔内配备装填手这样一名人员进行人工装填并不费劲，也有足够的空间。从战术使用上来说呢，还有一个考虑，就是坦克成员里面一旦有了受伤和战损，装填手可以去顶替其他坦克成员，普通的步兵能够顶替装填手，如果坦克上采用自动装弹机就没有替换了。而当时的苏联坦克偏好小的车体尺寸，特别是当时苏联坦克已经开始采用125毫米坦克炮，这个炮的炮弹如果还采用整体的定装弹就会比较重，特别是比较长，炮尾后的装弹空间会非常局促，因此苏联人把炮弹设计成了分装弹，需要装填2次，这时候如果还采用人工装填，射速就会大大降低，苏联就花了很大力气研制自动装弹机。未来坦克上自动装弹机很有可能成为主流，甚至全面替代人工装填，但是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很可能还会继续采用人工装填，比如说坦克炮除了发射普通的炮弹炮射导弹，还要发射巡飞弹、末制导炮弹
或者是无人机等等这种新型的装备，具备全新的作战能力。那在这种情况下，人工装填就比自动装弹机具有更好的灵活性和适应能力。感谢专家的精彩解答，请您继续关注央视军事和我们互动，参与互动的网友将有机会得到我们送出的奖品。一起来看看本期的奖品是什么吧。今天的奖品是09式双35毫米自行高炮模型，希望您能喜欢。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央视军事和国防科工的央视频号，或通过央视军事微博、微信和我们互动。好了，国防科工，我们下期再见。